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吧。问我名字的时候，我在看骑士队的比赛，那就刚好可以结合起来。走，欢迎四位领队。今天两大阵营将最终组建完成，经过前期的比赛和考核，领队们是否能选中自己心仪的得力战将，而现场40名球员们又是否能如愿以偿进入到期盼的阵营呢？为了获取选人的优势，领队们首先要完成一场篮球的对决。本轮比赛领队分成两组进行投篮接力赛，周杰伦、李易峰先进行5个2分和3个3分，一共8个投篮点的比拼，林书豪、郭艾伦需要进行7个3分点和1个中线投球，一共8个投篮点的比拼，进球才可以出发到下一个点进行投篮，未进球球权交给对方，最先完成16个投篮点的阵营获胜，落败组差几个球就少几个预选球员名额。好，那就是让李易峰第二个熏头，然后第二个。首先上场对阵的是周杰伦、李易峰。哎，继续。接下来周董的机会，哎，没问题，来到罚球点位。完了，杰伦这很厉害的。哎嘿耶！我觉得周杰伦就是投篮投得很准，他真的是。打得很不错。我的本能是什么？最后一球绝杀球的时候，我连看都不看，我很有自信的投进走掉，然后享受那个掌声。加油，峰哥！加油，峰哥！来了，峰哥！加油，峰哥！加油！峰哥用腿用力。好的，来了，来到中间的罚球位置，漂亮，干净利落。来了，哎，两位都来到第5个点位，好激烈啊！我玩游戏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人，啊，我希望我能赢。帅啊！峰哥蹲腿，峰哥腿用劲儿。哎呀！我特别受到打击的是坐在后边的球员说，峰哥峰哥你腿得用劲儿，腿得用劲儿，这个话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啊，可能是真的是很久没有系统的打啊，所以就那感觉找的不是特准。加油，杰伦，杰伦哥，打板打板，两位齐头并进啊。顶的点位，哦，可以啊！属于你的最后一个点位，哎，OK， 继续。
伦和林书。哈哈，轻松愉快。踩线了，红哥踩线了。没有。踩一下，你看。没有。哦，连中六球。哦，这边来到最后一个点位。完了，心态崩了，艾伦心态崩了。我们不问输的。艾伦，来了，艾伦。亚洲第一后卫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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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感来了。加油！我再跳一段，简单简单，不要浪，不要浪，浪也可以进，浪也可以进。哎，没问题，至关重要的一点了。最后点位，徐涵，OK， 恭喜 J Team 获胜。现在，请四位明星领队回到更衣室，所有球员原地等待，我们将发布阵营组建规则。现在，40名晋级球员中，只有32名可以进入领队阵营。请领队在更衣室商讨，将自己预选球员的球衣挂在更衣室，之后球员反选阵营。若双向匹配成功，球员进入该领队阵营；反之，该球员。